好，感谢神咧，再有机会俾我喺弟兄姊妹中咧分享神嘅说话。我记得上次嚟嘅时候咧，仲系喺幼稚园嘅。而家咧就嚟呢度咁靓嘅地方。咁谂起靓嘅地方嘅时候咧，我谂我哋好多人咧有时候去旅行啦，去无论去欧洲又好，去边度都好，或者去国外都好啦。梗有个地方有条线咧，就会去一啲好靓嘅教堂系嘛？啲介绍啲大教堂啊，或者去啲庙宇啦，系好古旧嘅庙宇咧去观光咁样。咁当然咧，一方面我哋欣赏啦，哇！嗰阵时啲人又冇电脑，竟然起得咁好，真系叻啊！我哋而家啲人就争好远啊，起啲嘢两日就烂啦咁样。跟住咧又影相啦，又影相啊，跟住喺咩面书啊、Facebook 啊，冚唪唥都发放晒。通常咧影完一年兴奋完之后咧，尤其是基督徒啊，你坐喺旅游巴上面咧，就应该有差唔多会咁谂。依间嘢简直系教堂嚟噶喎，佢起嘅时候系教堂嚟噶，点解而家变咗旅游景点咧？官教去咗边？呢度好靓啊，起得啊，又舒服。如果想几十年之后冇人话，喂，呢间嘢咁靓，咁教会啲人去咗边啊？如果想避免呢样咧，就听下今日神点样透过先知以西结啦，同以色列人讲说话。我都花啲时间咧，先同大家睇下背景先，好唔好啊？刚才读嗰个11至14节咧，事实上咧系解释1至10节咧嗰个异象嘅。咁我已经今次20多分钟讲到咧，需要大家睇圣经嘅，咁所以如果你冇嘅咧，攞啦；你有嘅时候就唔好删埋佢咯。先睇37章第1、第2节先啦。佢嗰度话咧，嗰个异象咧系喺个平原度，个平原咧遍满咗枯骨。一睇平原咧就要醒水啦，因为呢个 tips 嚟嘅。因为原来旧约圣经有一句说话，就喺列王纪上咧20章28节，你唔使翻啦，我读俾你听。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系山神，唔系平原嘅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呢句咁嘅说话，即类似嘅说话咧，以西结书出现咗60次以上。刚才我哋读已经感觉到系好相似。啊！又咁多次地方，又喺列王纪上20章又出现，嗰度就系讲个平原。意思即系点咧？即系嗰阵时啲人就话耶路撒冷喺山上面噶嘛，锡安山系稳固嘅山啊嘛，佢稳固，因为佢有个神守护佢啊嘛，佢嘅神叫耶和华啊嘛，耶和华系山神，系咪？所以佢咪喺上面稳固咯。不过佢一落嚟平原咧，就唔掂啦，发唔到功噶，系咪？平原有第二个神掌管的，所以神就说晒条，我就在平原等你打场赢嘅仗。今次呢个异象又是啦，在平原里面，喂，耶和华神得唔得啊？而且这个异象咧，极难度极高啊！平原里面有啲咩嘢啊？枯骨。我想同你谂清楚下，即系唔好咁快睇整住，慢慢。一个人死咗，就有肉，就有皮。骨死耐咗啦，肉同埋皮点啊？唔见咗，得翻骨系咪啊？再死耐啲咧，先骨先干。咁啊，孤骨系咪即系死到透啊？死到透嘅人有冇机会翻身咧？我话喺平原就唔得啦，喺耶路撒冷山上可能就得。呢件事就咁咯。或者我哋用广东人最熟嘅啦，一条鱼死咗就死鱼啦。死透啲系咩鱼啊？系啦，等于孤骨嘅现象就咸鱼咩啊？翻生，系睇你得唔得啦？照睇37章第8节就唔得喎，真系耶和神，真系去到平原啲功力弱咗，因为嗰度净系讲骸骨上有筋，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都争啊争啲嘢啦。此事还没有气息。即是功力唔到啦，嗰啲骨可以夹翻起身，有肉有皮，但系唔似活人喎、
不过个异象唔系第八节完喎，个异象一路去第九节，然后去到第十节，佢话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。风发预言嘅时候咧，气息咧就要四方八面入去咯。气息入咗点咧？气息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而且站起来成为极大嘅军队。呢、这个异象话俾我听，平原上面我哋嘅神都发到功。只我哋先知用一句说话，军队呢个说话真系可圈可点。可以用话正神嘅指纹噶，点解用军队啊？哇，用军队就系当年摩西带佢哋离开法老，俾佢走，漏夜走佬嘅时候，先讲一句说，当夜耶和华嘅军队就出现啦。唔用耶和华嘅指纹，佢俾我哋如果肯读圣经嘅人就明白，我哋耶和华神喺埃及又可以发功，喺巴勒斯坦又可以发功，喺山顶又可以发功，喺平原可以发功。我哋嘅神呢、这个异象显明我哋嘅神系将人嘅困难扭转达成佢意思。因为睇完背景之后可以睇下今日讲到嘅两个重点其中之一。第一个就系、是、当神俾我哋有困难、有挑战，同埋帮我哋解决之后咧，唔系就咁喺嗰度画个句号就算，唔系话多谢神啊，大家嚟试啊，搞掂啦，咁就算，唔系，仲有啲咩啊？仲要明白佢就系耶和华，要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亦都让四围嘅外邦人知道他是耶和华。我再讲多一次，我哋无论个人或者教会有困难有挑战，经过一轮挣扎，神嘅恩待我哋解决咗，唔系完结，而喺呢件事情上面能够反省学习，叫人知道佢系耶和华。我哋都知道佢系我哋嘅神，可以详细睇下经文啦。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就解释呢个异象咯。个异象嘅骨啫，解释嘅时候就话骨就系骨啦。你睇嘅图画就系骨，不过其实就系讲以色列嘅全家。点解用骨替补佢哋咧？因为以色列全家嗰个时候咧，就已经离开咗佢自己屋企，俾人掳到好远嘅地方，巴比伦啦。老到好远地方呢，电又冇，祭司又冇，祭祀又冇，皇帝又冇，乜都冇。所以佢哋话呢，十一节真係乜都冇啦。我哋骨头枯干，我哋指望失去，我哋滅绝正尽啦。即係我哋衰到贴地死狗啦，咸鱼嚟㗎啦，乌骨嚟㗎啦。或者我哋当中比较年长嘅可能都会諗起，咦，可能真係抗战时候，哇，食又冇得食，都唔知几时先挨得完日本仔。又或者喺国内有经验嘅文革嘅时候，哇，咁黑暗、咁卑鄙嘅事都发生，都唔知几时先重见天日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啦。如果以色列人用干嘅骨，或者我哋讲嘅话嘅咸鱼嚟讲句话，就系讲佢俾神掟到好远好远嘅地方。不过而家啲孤骨都夹翻起身。有气息喎，咸鱼又翻翻山喎，即系话点啊？好远嘅地方带翻佢翻嚟，系咪？重新再翻翻嚟自己地方啦。所以唔怪得后来十二节同埋十四节咧，分别都咁样讲嘅，令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啦。第十四节，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即系喺翻原本嘅地方啦。诶，踢走咗你，而家带翻翻嚟啦。照咁睇。咁系咪应该完啊？画个句号咪算咯，咪开心啊！即系你病得到医治啦，你冇工做搵翻工做啦，系咪？你冇楼嘅，而家攞咗白表买又唔使补地价，又可以买到楼啦，系嘛？你哋冇好嘅教会聚会嘅，用细路仔嘅洗手间嘅，而家唔使啦，而家可以用大人洗手间啦，咁靓嘅地方聚会啦，咁咪完咯，画个句号啦。仲有咩讲啊？留意啊，仲有嘢讲啊！37章14节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。你们这样兜兜转转经历困难，克服困难，翻转头这些经历我来做什么？等你认得我啊，等你知道我啊。因为36章19节讲到明话，他们因为得罪了神，神赶了他们走，被加勒比人掳了他们去做外邦的地方。而家带翻佢翻嚟啊！
就是等佢经历过呢个兜兜转转之后，唔系话 OK 啦，翻嚟啦，可以重新睇世界。唔系啊，俾你明白我耶和华认识我啊，更加俾周围嘅人认识我啊。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你的兄弟姊妹又好，亲戚又好，赌钱争人好多钱，争落成身债，跟住咧有人收债人咧就淋油啊、锁铁闸啊咁样，哇，搞到即系鸡犬不宁。不过几兄弟姊妹算啦，帮佢渡过难关啦，一人筹啲钱，夹啲钱俾佢啦，俾佢还咗大耳窿，就冇淋油啦，唔再封铁闸啦，就冇人连指啦。是不是完结啦？咁唔完结啦。如果就咁就过嘅话，佢都唔知发生咩事啊！呢个赌钱嗰个兄弟姊妹，系咪啊？佢要喺呢件事情上明白发生咗咩事啊嘛。同样以色列人系咁，以色列人喺摩西利未记十八章一早已经话过俾佢听啦，廿六节开始，你哋要守我嘅律例典章。喂，如果唔系嘅时候咧，去到廿八节咧，地就将佢哋吐出嚟啦，即系赶你去第二度。所以出咗嚟之后，翻翻嚟啲人应该要明白，哇，系噃，以前得罪咗耶和华神噶，不过耶和华神有恩典有怜悯，佢讲过我哋会去认罪，就翻翻转头带翻我哋翻嚟。而家我哋真系翻翻嚟本地咯，所以耶和华神话：，喂，你班人派翻你本地，唔系就咁完结啦，唔系兜个转翻嚟当乜事发生都冇啊，而系点啊？透过咁经历里面，你知道我系耶和华神啊。而且仲让四围其余个外邦人都知道我系耶和华神。啊，你哋嘅牧师啦，同我讲咧，因为讲到嘅时间唔可以太多，系咪？因为我特登问佢啊嘛，收到你讲到封信，写住25分钟，25分钟好短嘅啫，咁我打电话俾董牧师，董牧师话唔系嘅，都有5分钟走盏噶，不过咧就。佢话陈龙先生你都好准时嘅，咁即系冇得走赚啦，系嘛？一句咁大嘅帽箍落嚟，咁所以咧我好多圣经又唔能够同你读啦，系咪？唉，盼望你睇下我读两节，都系37节附近嘅，36章定36节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嘅外邦人，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。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37章28节一样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圣的耶和华。必知道我耶和华呢类咁嘅字眼，呢本书讲过60次以上，包括让以色列嘅子民知道佢嘅神系耶和华。认识佢，包括让四围嘅外邦人经透过以色列人嘅经历，俾人哋知道耶和华系真实。换句话讲咧，如果你哋或者我哋当中有病医好咗，系我哋可以话个医生医药好，我哋话可能系食咗啲辅助药物做得好，但唔好忘记喺呢件事情上面。认识耶和华神。如果我哋经济唔好，冇工作，搵翻工啦，唔好话啊呢排特区政府做得好啦，所以多咗工作啦。可能系嘅，照咁讲都冇问题。但唔好忘记耶和华神喺呢个事情上面有佢嘅作为。如果我哋婚姻关系同丈夫同太太争啲唔掂啦，哭翻。唔好话呢个辅导员够功力，可以咁话，事实可能都有佢够功力，但唔好净系讲呢句说话，要认定喺呢件事情上边，我哋嘅神有佢嘅作为。仲有啊，唔单止系我哋知道，呢仗啊，我哋从来冇咁靓嘅地方噶，我哋喺细路仔幼稚园噶，啲凳又细，厕所又得意，系咪？系嘛？啊，但系唔知点解经历过。又唔知边个咁好揾到呢个地方，又筹钱啊，又义卖啊，跟住去同部门交涉啊，总之系头痛嘅嘢啦。啊，头痛一嚟搞掂咗，唔好话都系帮人嘅，人物好啦，佢点我哋揾到呢度，
又唔好话识咗呢个地产商，可能都系咁样，可能事实都系咁样，但系都唔好忘记，咦，系耶和华神带我哋呢度噶，我哋要喺呢度呢个叫做东茂广场，俾人哋知道，周围嘅人知道耶和华系我哋嘅神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唔好净系讲克服咗困难，克服咗挑战，解决咗啦 ，OK， 我哋以后做翻一个 hea 嘅教会啦，唔系噶。唔可以噶，喺呢件事情上面，自己要明白神有作为，我哋嘅神系耶和华神，同样亦都俾周围唔识，即系台湾有好多人唔识神系边个噶，俾佢知道，哦，呢、这个系神。好啦，我哋可以第二点度啦。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克服困难、克服挑战、解决咗之后，唔系结局，而系点咧？加多啲咩咧？仲要遵行神嘅说话，顺服佢嘅圣灵。睇睇啊，以西结书37:14最后咩句仔？我哋第一点啊嘛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嘛。前面嗰句啊，点样啊？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即是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生的。很多基督徒呢有困难的时候呢就祈祷了。就婚姻危险的时候呢就祈祷求神，即是给我们婚姻有好返啦。失业的时候就求神给份工我们啦。拍拖追女仔追男仔的时候呢就求神给一个好的配偶我们啦。结咗婚之后又冇仔女嘅，又想求神俾个好嘅仔女啦。俾咗仔女之后又求神俾个听话嘅仔女啦。听话仔女就俾佢入到好嘅学校啦。可神样都俾晒我哋啦，俾晒我哋之后，我哋照系咁样基督徒，属灵生命上一啲都冇改变，从来唔同神帮助我哋克服困难里面咧，经历谂下，哇！神帮助我哋，我哋要似样啲。都唔似一个活嘅基督徒，所以原来呢句就是我哋将我灵放喺里面，你唔就要活咩？就唔同。单睇呢句可能就唔系知道啊，点解咁严重啊？因为原来嗰啲筋骨有晒嘢，但系冇咗个气息，冇咗个灵咧，就好似我哋早排或者呢排成日兴嗰啲戏叫做咩丧尸嗰啲戏咁样啦，佢唔系活人嚟噶，需要神嘅灵喺度先得。我讲过今日唔够时间同你哋睇读好多圣经嘅，我请你揭去36章，我净系读25至27节俾你哋听下，咁就明白点解个灵咁紧要啊？25节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嘅污秽，弃掉一切嘅偶像。26节，我又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喺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，咁就点啊？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就因为当初不顺从耶和华神的律例，不听他说话，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拜偶像，地就将他吐出来啦。所以现在回来地里面，如果不改过以前的东西，没用的。如果唔用神嘅灵顺服神嘅说话，迟早又再走过去嘅咋。喺呢度唔怪之得啦。呢班人需要洁净嘅，用水洁净嘅。呢班人需要开心嘅手术，就活过个心啊。呢班人需要神嘅灵摆喺度，咁佢就可能可以识得跟从神嘅说话做，唔再行差踏错啊。经历咗神帮佢解决困难，照旧系咁hea基督徒，迷第二次又系行差踏错。一定要重新嚟行过，唔怪之从咁嘅角度谂嘅时候咧，耶稣同尼哥底母喺地约翰福音3:5讲嘅说话就有意思啦。佢又点讲啊？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水同埋灵就系以西结书啦，唔系咁巧啊嘛，系咁巧睇落去啊，佢再同。尼波底母是3:7讲啦，佢叫尼波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系嘛？佢话你系以色列人的先生，都唔明白呢件事啊！
风点样吹你都唔明啊，神嘅灵讲嘅嘢你点明啊？系咪啊？点解佢叫以色列人嘅先生啊？你记唔记得37:11以西结书，佢话解释呢个异象系关乎乜嘢啊？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哦，所以耶稣同尼哥底母讲话，你系以色列人嘅先生嘛？你熟读以色列人，你教以色列人嘛？呢个关乎你以色列全家嘅命运，呢个咁嘅事情你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呢个事情要需要风同埋气息，即系灵啊？哦，原来风同埋气息同埋灵，希伯来文或者系新约嘅希列文都系同一个字嚟嘅。所以耶稣话：你唔识得风，其实你唔识得灵噶啦，你唔明白噶。风、气息、灵，咁就有生命。再睇落去啲约翰福音，当耶稣复活咗之后，第20章，记唔记得佢去门徒显现，跟住系咪啊？吹口气啊，跟住佢咁讲：你们受圣灵。吹口呢个动作喺边度做过？记唔记得？系啊，神做第一个人嘅时候咧，做咗亚当。吹口气嘛，不过后来呢个亚当唔能够遵行神嘅命令咯。原上所有嘅果子佢都系吃，就系嗰棵唔可以食，佢都听个老婆讲食咗啊嘛。食完之后仲赖个老婆啊嘛，系咪啊？不过耶稣吹口气又唔同啦，心灵啦，佢嘅门徒即系你同埋我啊，就有神嘅圣灵带我哋可以遵行佢嘅说话啦。将个新嘅灵，将个石心除去，摆去肉心，咁我哋可以识得遵行佢嘅说话。咁样我哋更加明白耶稣喺约翰福音第6:63讲啦，佢话叫人活着嘅就系灵啊，见唔见到个活字啊？见唔见到个灵字啊？肉体系无益嘅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再翻去睇下。以西结书这个异象最后那两句，即是37:10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而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气息活，后来解释这个预言，解释这个异象的经文，他说这个气息就是我的灵。我摆个灵喺度，你就活啦。几时有个气息出现啊？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啊，听住。当我先知讲话嘅时候，神嘅灵就嚟啦。所以好好读圣经，好好花时间恒久咁睇圣经，或者去学习查经。因为只有先知的说话到的时候，那个气息就来了。那个气息来入到人的时候，死人就翻生，就会活了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好怕听见。我好怕一些人正的话，我只是顺从圣灵，我不需要看圣经，冇可能。我好怕一些教会正是彰显圣灵的工作，从来不劝啲门徒，劝啲信徒多啲喺自己读圣经，自己查经。一个群体，一个教会有服从，但冇神嘅说话，好得人惊。你唔信？上个礼拜我喺维园等咗个几钟头先可以出发，好多人好服从噶，好容易服从噶，群众嘅时候，但系乜乜乜，跟住话下台，乜乜乜就下台。谂都唔需要经过大脑谂，请证明我哋嘅先知神嘅说话唔咁讲啊！先知讲预言嘅时候灵就嚟，咁你就服从啦。我净系单单服从冇神嘅说话，所以我做丑人都好，再次劝弟兄姊妹，神俾咗你咁好嘅地方，唔系有一个画个句号就完。神解决你人生嘅挑战、人生嘅困难，唔系画个句号就完啦。继续 hea 唔理神嘅说话。花啲时间睇下佢说话。你话我哋陈先生，你真系唔知系边个地球生活嘅，你都唔知道人间嘅辛苦。我哋放工好硬嘅，
翻到嚟都残晒噶啦。就计嗰日冇俾老板捉，已经好辛苦噶啦。嗰日俾佢捉到黑晒嘅时候，翻到嚟根本都唔想做人。睇咩圣经啊？有啲人可能同佢讲：陈先生啊，我两公婆翻到嚟屋企好晏，有心有时间都冇心情煮饭啊。所以我哋系叫做咩夫妻啊？忙饭夫妻啊！好多系咁啊！佢话你仲叫我哋去花时间睇圣经，要残唔残忍啲啊？按你就系残忍嘅。如果我唔系见过有事人可以做到咧，我就话系残忍。因为我过往呢三年咧，明道社服侍咧，明道社一个叫精读团体，即系查经班嚟。精读团体咧就事先俾你功课做，你公布嗰个礼拜就查经，自己屋企做，做完功课之后咧，将你嘅结果。当晚出席嘅时候咧，同你嘅小组分享，分享完之后咧，我就或者我嘅同工就会嚟讲一个钟头解释嗰段经文。如是者，每季有八堂、九堂，呢个叫精读团契。呢个精读团契咧，讲九几个地方举办。我未听喺边度啊？上水、马鞍山，马鞍山都系中华基督教会嘅合一堂啊，李牧师嗰度噶。大埔、大园村。近啲嘅尖沙咀，再近啲嘅北角宣道会，每一次咧都有百零个弟兄姊妹嚟。有啲嚟到嘅时候咧，揸住个面包嚟嘅啫，个面包仲喺个胶袋里面，可能未食嘅，未有机会咬。佢同你都一样嘅，都要揾食嘅，都系好夜放工嘅。都系要供楼嘅，你唔好话俾我听，我哋台湾啲人特别蠢嘅，所以我哋搵钱咧供特别差嘅。我唔知道你哋蠢啦，定系上水人蠢，定系大埔啲人蠢，我亦都唔知道你哋穷啦。呢个系专家讲嘅嘢，不过我净系知道上水有百几人去，马鞍山有百几人去，大埔大人村有，尖沙咀有，北角有。为什么台湾中华基督教会台湾同我弟兄不可以去？为什么我敢跟你们说是残忍呢？就计我是残忍，都是我基于一个信念，一个信念是圣经给我们。列王纪上十九章十八节，神同先知讲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未曾向巴力屈膝，未曾向巴力亲嘴嘅，我相信喺香港里面咧，神为佢留咗唔知几多人，拒绝俾香港嘅文化箍住我哋，拒绝俾香港嘅压力压住我哋。呢班人唔受屈，会话我哋可以去读圣经，我哋可以花时间睇圣经，我哋唔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哋唔向呢个世界嘅文化呢、这个压力亲嘴。我唔知道系边个，不过神俾我有咁嘅负担，我觉得信徒当中就有啲咁嘅人，咁样嘅人有神嘅说话，有顺从神嘅心，神嘅灵教佢点样跟从神嘅说话，咁样嘅人就是镜，越多咁嘅人嘅教会就越是镜。我有机会喺教外国做咗六年嘅牧会。六年嘅牧会，我哋嘅播道会嚟嘅。播道会我哋嗰班有啲怪，唔系怪，啲特别嘅。即系我哋讲完道之后咧，你就会写回应纸嘅。回应纸包括祈祷事项。回应纸可以话牧师你今日讲得好差，都可以话我唔同意你，或者不如你讲多，即系乜都得嘅。祈祷事项都系六年咧，每个礼拜日守完之后咧，礼拜一咧，我哋同工咧就要为啲事情祈祷。六年唔正式嘅统计咧。祈祷事项大致上是什么呢？大致上是有病的时候请牧师为我们祈祷，下个礼拜收报告了，化验不知结果怎样，我们祈祷。又或者新抱同仔嗌交关系不好，为祈祷。又或者申请在 外国来的人不知过不过到关，下个礼拜见移民局，为祈祷。种种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好应该，我唔系唔系呢啲，人冇人求灾嘅，信咗基督徒都唔系求灾嘅，总系求神赐福解决啲问题嘅。不过咁样，
如果求神解决我哋问题，求神冇好嘅堂子，俾咗我哋一个好嘅堂子，神帮我哋解决咗问题，解决咗我哋经济、婚姻、家庭种种问题，解决咗我哋堂子嘅问题，解决咗之后就停咗喺度，咁就唔系神嘅心意，咁就唔系以西结书呢样讲嘅意思。以西结书呢度讲话，解决咗问题之后，喺经历里面你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亦都要让四围嘅外邦人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解决咗问题之后，你都心里面有个新灵，顺从我嘅律例典章，做个新嘅人，新嘅教会，唔好再重行旧路。哇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，如果大家肯咁样做，敢听神嘅说话挑战嘅时候咧，以西结书最后尾即系48章35节最后尾嗰句咧就 fit 啦。嗰句就咁讲嘅，从此以后。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，英文就 The Lord is there。即系啲人喺外面指住话，从此以后，咧嗱，耶和神就喺嗰度啦。不过我想改一改，贴切一啲。从此以后，东茂广场12楼 B 住 D 座 ，B 住 D 室，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咁就啱，咁就不枉你哋筹钱、借钱、各样艰辛、开会、嗌杀、讨论、邋遢、做实咗嘅嘢嚟到呢度，咁样咧，出边啲人就指住呢度话：，哇，哇神喺呢度。咁样呢度咧就唔会变咗旅游景点，只系啲人会问：，喂，呢间教会去咗边？我一齐祈祷。真系要感谢你的恩典，俾间教会有咁好嘅地方，有咁多有恩赐嘅弟兄姊妹可以识唱诗歌赞美你，恳求你藉住佢哋嘅经历，彰显你嘅同在，俾佢哋真认识你，俾佢哋都遵行你嘅说话，俾你嘅灵感动，学校多人努力读你嘅说话，赐福佢哋，等周围柴湾嘅人指住呢度嘅时候，知道有个真神喺度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